清水寺门前真真茶叶蛋是50年老店，高雄市林园区清水沿路225号，营业时间是7点到19点。喂喂，能你两粒有一个包一包，一包用两粒的啦，啊买过一个用十粒的，一包两粒的，嘿，哦，你这两足香的呢。柴烧卤制的古早味茶叶蛋已不多见了，拥有淡淡的茶香与浓醇的酱油滋味，品尝起来有弹性的口感，让人赞不绝口。真真茶叶蛋，我可是珍珠茶叶蛋嘞。您开足久啊吼？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